好，其实呢，我们就知道哈，很多国营企业里面呢，都安插民进党里面的人，所以呢，民怨很沸腾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场那么多人，另外还有另外一个现场什么？嘉芬姐在北斗的电安宫参拜，连线记者白英。观众市长韩国瑜的妻子李嘉芬带夫出征哦，在国庆连假这几天行程满档，像是下午呢，他就来到彰化，有三个行程要走。那第一个点呢，就是在北斗的电安宫，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支持者哦，大家手上是拿着国旗呢，并且是喊起了口号。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是已经聚集了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到这边呢，要来力挺嘉芬姐。因为呢，李嘉芬她下午总共有三个行程要走，第一个就是北斗的定安宫，接下来呢再到另一个宫庙，以及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在西洲公园哦。那么待会有最新的情况会随时为你掌握，主播。姐在电安宫那边的一个状况啦，那边人也很多哦，因为今晚哈是李嘉芬带夫出征，啊，好像真的有给他加分。告诉你哦，其实嘉芬姐不止今天会来彰化三个行程，最新哦，她接着呢还会到东南亚去哦，跟这些侨胞们会面，这个是很加分呐哈。进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。情况将会随时为你掌握，主播。好，欢迎回来哈！刚上服务时间结束啊，阿吉娜还来到现场。我们这边是哪里？是我们的田尾啦哈。彰化田尾，我要被问一下哈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说是高雄内门起义，彰化田尾接力啦。你顶礼拜有去高雄？你妈内门人较侪还是遮人较侪？我跟你讲哈，今天的人更热情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民怨又更在起了，因为很多人说哦，看到了国庆，嘿，鬼八会都起来啊，哈，中华民国台湾啊，这是什么国家啦，哈，看到咱中华民国的国旗，这一次的国庆日又再一次的飘摇，最重要的是，在高雄，很多人说呢，已经十几二十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了。你若是有在网路吼看脸书有无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，特别呢，我还发现我们原民
民部落开始有国庆游行、嗯、哦，他们自己举办的国庆游行，那个氛围好像又回来了。是，感觉无啥共呢，遐差侪啦。今年2019年的国庆日主场在高雄，为什么在高雄？在高雄看得到国旗，中华民国的国庆唯一一支的国旗在高雄旗海飘扬，而且哈、哦，而且哈、哦，我是讲燕玲家己啊，一个伊这都还未计，卖要拍乌的，文山边啊，这乌蛇蛇乌不要紧啦吼。啊，今天我还要再跟大家分享，要讲韩国语的好处，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我今麦个甲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。给咱的老百姓欣赏哦，所以我们呢，所有的支持。
亲，国语这名家跟这些英凤的家好朋友哦，大家能够化为我们所有人的分身，那么希望这个社会会当和谐，会当大家会当平安。所以我们希望咱的冲突伫咧咱的这个，咱的这个社会一直无不断不断的发生。来打拼，我很希望，我很希望我们下代为了我们的辛苦，可以在我们下代的孩子身上得到更大的